大家好，我系阿 Tom，翻到嚟玩足球小将思。咁啊，今次咧会有新铺、新嘅关卡，同埋限界突破嘅对象技能追加。咁啊，包括咧有大有中学嘅蒲边，同埋岸田满嘅。咁啊，追加翻一啲新嘅招式，同埋旧有嘅招式嘅限界突破。咁啊，新铺大有中学有蒲边同埋岸田，咁啊两只咧都系 P W 嘅属性啊。咁啊，首先咧介绍咗蒲边 P W 嘅属性 M F 嘅位置、对讲技 P W 属性同埋呢个 S P 属性啊。F W 同埋 M F 嘅位置咧，全能力增加8%，而大有中学选手咧，全能力增加7%嘅。咁啊，技能咧，M F 编程嗰阵，自身嘅技能威力增加8%，同埋呢个新田中学三板嘅，咁啊，技能威力增加3%。咁啊，而队里边咧有呢个大有中学选手啦嘅数量加埋之后咧，就会有呢个大有中学选手技能威力增加2%，装备技能全球技最大威力7650，技能能力装备选手系 PW 属性啊，match up 嘅时候技能威力增加25%。咁啊，第二位咧就系岸田满，PW 属性 MF 位置。队长技、PW 属性同埋 TQ 嘅属性、MF 同埋 FW 嘅位置咧，全能力增加8%，而大有中学选手全能力增加7%。技能 MF 编程嗰阵，自身技能威力增加8%，而有新田信嘅中学三板，咁啊技能威力增加3%。咁啊而 PW 属性嘅男角选手嘅数量，咁有呢个加大有中学选手嘅技能威力咧，增加2%。而装备技能咧有盘球技，最大威力7500。技能能力装备选手 PW 属性啊，match up 嘅时候技能威力增加25%。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个活动嚟嘅，咁啊拆分活动对决大有中学呢个中场嘅重压。咁喺呢个活动里边咧有三个嘅支援卡可以拆到，咁啊包括有两招咧就系加呢个速度嘅，咁啊而最尾嗰张卡咧就加呢个技术嘅。咁啊，硬币咧会有三个嘅，咁啊金银铜大有硬币。咁啊，今次嘅活动任务咧就有呢个试合50回胜利、初中上超级嘅胜利咧，加埋就有2000个彩球。咁啊，加分嘅角色咧会有最新嘅蒲边同埋岸田啦，咁会加呢个全能力同埋 PT 150%啦，而银嘅大有硬币咧会追加2个。咁如果有之前嘅大有 PW 属性嘅新田信啦，同埋速属性嘅新田信，以及大有中学嘅蒲边同岸田咧，就会有呢个全能力同埋 PD 加60%，而铜嘅大有硬币追加1个。咁啊，南国中学嘅志伟啦，北屈嘅梁仔同埋心奇，咁会加呢个全能力同埋 PD 50%啦，而铜嘅大有硬币咧会追加1个。
咁啊，兩星版嘅大有中學嘅嗰三位咧，就會加依個全能力同埋 PD 30% 啦，同嘅硬幣會追加一個嘅。咁啊，技能啦，咁啊最新嗰兩招啦，全球技同埋盤球技咧，咁啊升到五星就會技能威力同埋 PD 增加70%，而金嘅大有硬幣咧會追加兩個。咁之後咧會有埋之前舊有嘅大有嘅角色嘅技能咧，就會加依個威力同埋 PT 50%啦，而銀嘅大有硬幣會追加兩個。咁啊南國中學嘅技能，咁啊升到五星咧就會有依個技能威力同埋 PT 加50%啦，而同嘅大有硬幣咧會追加兩個。咁啊，兩星版技，咁啊增加依個技能威力40%同埋 PT， 同嘅大有硬幣追加一個。好啦，咁之後咧就會去到支援卡，咁啊有幾張嘅，咁啊睇翻個名啦。咁升到五星就會追加依個能力同埋 PT 20%。咁如果你係拎住依個加號同埋雙加號嘅卡嘅話咧，升到五星，咁啊能力同埋 PT 增加20%啦，而金嘅大有硬幣咧會追加一個。咁啊，首先咧會睇翻個活動報酬，咁啊大致上咧都會有筆記啦，一啲冇加號嘅支援卡可以獲得。咁啊冇技能送嘅，咁啊全部都系出依啲支援卡。咁啊去到最尾咧，会有三星嘅技能进化卡啊，同埋五星嘅筆記。咁去到活动交换所，咁啊可以继续换到依个钻蛋券啊，角色嘅碎片。咁技能咧可以換到兩星版嘅最新嘅全球技同埋盤球技，以及筆技。咁啊，最緊要咧，如果可以拆到依個金嘅大有硬幣，咁可以1000個咧先換到一個限價突破4嘅盤球技。咁而呢啲雙加號咧都可以換。咁啊，換到要4個，咁啊需要都係金嘅大有硬幣，咁啊仲有4星嘅支援卡進化，咁要1000個嘅銀大有硬幣，咁啊剩低如果有多咧，可以換埋其他 EXP 卡以及錢。咁啊，最後咧講埋。在这个关卡的注意了，首先呢会去到上级，一的话呢只会打到铜和银的大有硬币，又或者会打到这个支援卡的加号。如果要拆金的大有硬币就要去到上级3，亦都会拆到这个支援卡。咁啊，角色嘅組隊咧，以我而家嘅陣容咧，就會有依個新田純 SP 屬性啦，咁啊舊版嘅蒲邊同埋依個岸田，咁啊都係要大有中學。咁啊南國中學咧，你就要有依個智慧啦，同埋梁仔嘅。咁啊，頭先會有講埋深奇嘅，咁睇下你有冇抽到中啦。如果冇就盡量用速屬性，因為今次打嘅角色咧會係 PW 屬性嘅。咁啊，加埋個倍數啊，計埋支援卡啊同埋技能咧，就有6.3倍。咁啊，今集玩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